快捷汉语一加一。快捷汉语一加一。第十七课，辞职。第一幅画。词汇。提出。辞职。同事。同学。同屋。同意，留，继续，还是，离开。对话。老李在干什么？他向老板提出辞职。老李为什么要辞职？因为他不喜欢他的老板和同事。老板同意老李辞职吗？不同意，他希望老李留下来继续工作。老李留下来了吗？没有，他还是离开了公司。第二幅画。词汇。翻。招聘。应聘。广告。需要。如果。就。对话。老李在干什么？他在翻看报纸。老李在报纸上找什么呢？他在报纸上找招聘广告。老李为什么要看招聘广告？因为他需要找新的工作。如果老李找不到工作会怎么样？如果他找不到工作就没有钱生活。第三幅画。词汇。刺。理发店。理发。当。理发师。顾客。完。照镜子。满意。对话。老李第一次找到一个什么工作？他在理发店当理发师。老李在干什么？他给顾客照镜子，问顾客满意不满意。顾客对老李说什么？顾客问老李，我左边的眉毛哪儿去了？老李做错什么事儿了？他把顾客的一条眉毛剪掉了。第四幅画。词汇。厨师。问题。炒菜。壶。着火。技术。对话。这次老李做什么工作？他在饭馆当厨师。老李当厨师没问题吧？不，他当厨师也有很大的问题。老李又出什么问题啦？他第一天上班就把菜炒糊了，帽子也着火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老李没有当厨师的技术。第五幅画。词汇。海。水手。运船。适合。应该。原来。对话。老李又找到一个什么工作？他在海上当水手。开船以后老李怎么了？他晕船了。老李适合在船上工作吗？不，他不适合在船上工作。
老李应该怎么办？他应该回原来的公司去。第六幅画，词汇。最后，不好意思，可以，知道，早晚，得。对话。老李最后去哪儿了？他回原来的公司去了。老李对老板说什么？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想回来工作，可以吗？看到老李，老板生气了吗？没有，老板一点儿也没生气。老板对老李说什么？他说，我知道你早晚得回来。